修行啊，正道为依归啊，依教奉行啊，精进菩萨道啊，引导众生啊，脱迷入正觉。咱大家人拢是发心入愿嘛，既然呢有修行的心愿，咱必定呢爱行在正道。正道呢是咱心所依归，既然咱心所依归，在这个正道，咱必定爱依教奉行。佛陀所教育的，就是爱咱精进的菩萨道中。菩萨道啊，是空中的大路，就亲像在《法华经》内底，大地啊，草木需要雨露，不管伊用偌大的风，偌细的露，同款的，就是普及大地，也就看大地面顶接受雨露呢，是小草或者是大树呢，一雨普润啊。当然，咱若发大心啊，大根基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就亲像大树吸收着真多的雨水。唔只是自受用，也会当润湿大地。这就是啊，发大心立大愿，好似像大地上一大丛树共款。啊，那是小花小草啦，那就是啊，伤过大的雨啊，对这个小草小花不但呢。不是很大的利益，没听到呢，小草小花啊，会被大雨呢，大水啊，会冲掉去。所以讲起来，根基啊，适合佛法，佛法适合根基。看咱发什么心啊，立什么愿，咱就是来接受什么款的雨露。这呢，都爱咱家己凌乱主地呀、啊。不过，佛陀呢，唔忙咱众生，就是会当亲像大树啊，接受着大法，因为大树会当通披荫大地，有真大的水来的时，伊会当吸收，上面吸收着雨露，下面呢慢慢释放。所以咱定来听着，即卖现在呢，大地啊，会遐尼真多的灾难啊，土石流啊，是安怎？小花落一个大雨啊，整个山拢会崩落去啊！那是一段时间无落雨，水库的水都消失去。当然，这都是因为水土破坏。水土破坏呢，就是因为呢，错掉了真多的大树。因为安尼就无有保护的功能咯，所以大树是偌尼重要啊！咱既然发大心嘛，咱来吸收着大法，咱来好好依教奉行，精进的菩萨道上，菩萨呢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以咱若要效法众生啊，使人人呢都启发这点爱心，使人人啊会当身体力行啊，这种乞
己福利，或者是人伦道德，这拢是需要有人去牵引、去解引导啊。人若是定位定五欲啊，自然容易脱轨，脱离了人伦道德，那就是迷啦。咱合法用正觉，咱好好来引导，素因呢，会当到脱迷离正觉，这嘛就是佛陀来人间呐、啊。特别教育众生的目标，咱既然呢发心啦、啊、立愿啦、啊，所以咱爱依教奉行啦、啊。我们爱到沉沦在五欲内底，才众生，咱爱赶紧的来给引导啊，给牵引，会当脱离这种心灵迷茫的内底，咱来可以脱离呢，入正觉，这就是咱的使命啊！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啊，因为呢，咱人啊。多数拢是呢，因为五欲使咱沉迷，证明呢，敢是讲过去啊，车主惯俗啊，恢复五亲，伫现在轻轻我我啊，有个人呢为情啊，牺牲顺情，安尼呢对唔对呢？这拢总是业。言的牵引哦，所以无有业缘未回合啦。好的缘呢，互相回合成就；歹的缘呢，哦，冤家冤宿，那实在是呢，不是咱的呀、啊。那么一定报喜啊，乃为他愿，到个最后来呢？嘛是别人的啊！世间讲这是宝贝，这是最宝贵、值钱的物件。不管是啥物物件，一口开无来，拢唔是咱的，拢是别人伫咧算的，唔是咱的咯。所以讲起来，世间啊，这拢总是宝宝啦，有。好的呢，就会当得到世间呢真多丰富的物质，这是过去生中所做的福。这生中呢，就是予咱得到真多高楼大厦、轿车、美车，看起来真欢喜的观赏，这是过去呢有福的缘呐。但是呢，是不是永远呢？所以佛陀都安尼讲哦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真呢，《金刚经》啊，大家人拢会晓背嘛吼、哦。真正一切有为法，只要有作为的呢，这拢亲像梦，亲像影，亲像水泡而已啊。世间这么这么短暂嘛，咱也过是未执着的多位呢。既然啊，就是唔免执着啦，咱呢都爱好好觉悟，咱家己爱自觉，咱爱搁再觉他唯有呢接受佛陀的大法，上求下化，安尼这个世间呐、啊，这是真正。会当祥和平静，人间寂静多，这就是真期待。会当学佛者有这个使命感哦。落来一段文都安尼讲啊，既然呢，在车主定愿一切的物件拢唔是咱的，何必买呢？何必执着啦？是故佛已。书不多言，逆书勿挑难分，离观聪明啊，令惑烦恼，
只以会会相处，命中幻作脱生道中啊，非离其心啊，奉佛以家。这段文是佛陀呢最后相思念嘛，特别七日灭的以前，迄个时阵有一位呢叫做苏伯陀，中文改译作善贤，伊呢是伫个鸠士那城的一位梵志，嘛是修行者啦，伊呢已经来皈依佛为佛。最后的弟子，迄一年呢，伊已经是120岁啦。这位120岁的梵志，原来是外道教的修行者。伊感觉到，伊所修的不是究竟，真正的人间的大觉者就是佛啦。唯有佛陀的教法呢，才会当所以呢。得到究竟解脱的道理，所以伊知影佛陀伫咧七里面啦，伊赶紧咧来求教皈依啊！迄当阵佛陀呢为伊开始发性道吼，迄当阵伊就心意开解啦，同时呢伊就得到初果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人说，不管是塑性体或者是发正道啦，这拢总在37座道品内底的，咱爱时时呢，爱将37道品啊，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。那么这位呢，最后来皈依所得到的呢，就是发正道。参加素体法，素以会当通好得到呢，初果吼。所以这些这段的故事吼，佛陀呢，该这位苏伯陀安尼讲，爱好好啊，求取正法啦，唔是干那贪着呢，伫迄个想的阶段吼。他就改讲啦，你的老师呢，不挑难佛，虽然呐、啊，伊历经聪明啊，会当降服烦恼；虽然呐、啊，伊往生了后，伊会当能得到呢，非常非非常定吼，非常非非常定，第一个禅定啊，是最高吼。迄、那个非常非非常定，那么胜比天寿啊80000劫，因为呢，迄、那个定啊会改战真悬，所以伊将来一升天有80000劫，遐尼真长。啊，那讲起劫来，大家人应该知啊，这应该无法度通去算的天文数字啦，吼。那一劫呢，安尼一升一劫嘛，为一小劫啊，搁再呢，安尼累积来呢80000劫哦。你想有偌长啦？命中呢，幻作非离其心，哎，对了，脱生道啦。虽然伊已经呢，会当得到遐尼高的定哦，伊虽然会当升天，寿命有遐长，但是最终啊，伊嘛是爱堕落啊。在这脱生道里，所以那干那是执着在迄个修定啊，那欠悔，这个定中爱有悔呀、啊，那有悔呢，必定爱有爱，好、哦，在迄个悔中爱有幽情嘛，所以叫做觉幽情。就是智慧咯，
幽静呢，就是爱，不舍众生啊，亲像佛陀悟道的大觉者，他呢不舍众生，慧立娑婆，这种受世间一切的欲念啊，都未去影响到伊的心，这才是真正的正定呐、啊。卡苏呢，干那起境界呀，来练家己的心。万一呢，有什么境界出现的事，赶快呐，还是爱对路啊。虽然会当到非常非非常定得到呢八万劫的寿命，但是赶快阿哥都爱对路的时刻。总是有数就有尽啦，所以下面呢，再过安尼讲，故知未定性故依法，皆应轮转。迄种已经咧得个非常非非常定，会当得遐尼长的寿命。不过呢，伊还佫伫三界内底啊，也袂真正会解脱啦。只不过是在现位，也未到圣位啊，所以这还搁在轮回中，所以必经恶趣啊，如不精进啊，佛念一条，亲应殊殊，终不会再。咱要修行啦，啊，要脱离六道轮回，一定呢爱定性果，就是啊。爱超出三界，才会当呢脱离六道轮回。咱来一个在这个轮回中啊，和你修过较长啦。在这个三界中，和你修过较长，同款呐，轮转呐，复尽呐，烦恼呢，啊，搁会生起来，都亲像种子用石头给地着吼，石头呐压开呢。同款因缘阁汇合啦，种子呢，同款呢，会阁再生起来，同款的道理啊。所以咱修行一定爱好好，把咱迄个烦恼的种子呢，完全爱杀除吼，唔通干那讲哦，安尼该压地掉都好啊，哦。我发性地啦，我爱赶紧地落去，地落去吼、哦。这个地落去呢，都、就是一个会发作的时阵。所以讲，忍而无忍，才是真正的大忍。那那要有大志，可好难忍掉吼？那还是呢烦恼的经济底嘞。所以咱大家啦，爱尽了解道理啦吼，也那无呢轮回啊，迄、那个福尽呐，或者是呢定啊，稍微摇动一下，可能啊，搁在伫这个轮转中必经恶处，这个恶处呢还是同款呢，伫这个三界内底，迄、那个六道轮回中啊，所以呢这种。必经恶处，所以咱也无较谨慎的，然后如不谨慎呐，分念一条，敢那一念呢，一动起来啦，迄、那个定那一念一动起来呢，那亲应殊殊，殊殊是虾米呢？虾米代志呢？六道轮回，唔是来做人受苦，便是呢，第。地界五鬼畜生道中啊，这些代志呢，拢总是伫三界六道之内，所以这种的轮转，真正是真可怕。咱敢会当呢，无好好来忏悔呢？过去的，但既然呐有做着，无管我今仔日有做啊，无做。其实呢，过去咱一定有做，无管咱这世人呢，是不是有跟人结着冤，甲冤有啊无？但是呢，前世人一定有，所以呢，
唔通讲我即世人拢无做着虾米，其实呢，是咱前世人已经迄、那个应该缘结来啊啦。即世人只不过呢是一个果报而已啊，所以咱既然果报已受啦，咱来看尽会开，唔通呢，搁再交缠啊。结完连修都唔通咯，改完识结啦。咱若要改完识结呢，都爱时时忏悔吼、哦。啊，来的时咱爱甘愿修啦，心卖艰苦，卖为着这个代志呢，安尼烦恼烦恼不休吼、哦。所以继续着，咱都爱放弃。唔通搁再结怨结仇，未来的呢？哦，未来咱福缘爱紧做吼，那、哦、无呢？怕是修个八万劫无，那是真啦、啊，因为伊无好嘛，所以呢，伊堕落去就是畜生道啦吼、哦。所以唔是干那讲吼，好、哦，我这下嘛，我解脱啦。其实呢，禅定咱的心啊，只不过呢，甲咱助缘，互咱呢有定力。但是呢，咱必定爱有慧根，慧根呢就有一份呢不染众生苦，啊，都自然会做好，啊，都会当福慧平衡啊。咱若福慧平衡呢，要对落恶。道呢都无啦，无迄个缘牵引咱到恶道去，除非呢善缘再来人间，善缘来救济众生，所以咱学佛爱真谨慎吼，唔通呢安尼，予咱一念无明起呀，小夸摇动，这种业上现前呐，赶快是爱。对路啊，所以咱既立志修行，正道为依归啊，依教奉行精进菩萨道，引导众生脱迷入正觉，这才是咱的使命。所以咱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